筷子收起来了，我要买一个新的给你，来一口。我在喂第二套小你干嘛让他呛到？他自己喝到呛到。哦，他喝太快吧。那你还是让他喝。哎呦，这个衣服都湿了。你要换掉了，他要感冒了，你讲。等于昨天是一个来快来。哪一个几点钟？这个十二点钟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你要问我哪个几点钟？先吃一口，先吃一口，不要过量。那个十一点，两个一十一点，青蛙十一点，不会讲。你说十一点？十一点。对。